細說《論語》全港學界徵文比賽頒獎典禮現在正式開始。孔子同埋佢嘅門人啊嘅語錄，亦都係孔子學説嘅寶庫。讀《論語》對人生深有感悟，初品《論語》，只覺心神一顫，彷彿走進人生哲理的滄海。纵身在这汪洋遨游，感受其中的奥妙，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孔夫子的思想和智慧言论不断影响着中国每个年龄层的人。细说论语